老四啊，你最近咋这么能粘我呢？啊？你咋这么能粘人呢，老四啊？小迷糊啊，刚开播啊，刚开播，欢迎大家伙儿，欢迎孤独一人。欢迎咱们家好朋友们啊！13年孤独一人啊，赵大壮，欢迎大家来准时来到三元爹直播间啊，兄弟们啊，今天晚上就我个个给大家播啊，今天晚上三元妈妈在家，就我个个给大家播，兄弟们啊，我自己啊，带着你们几个玩啊，咱们几个好好玩，老四好不好？老四。哎呦我的妈呀！四哥愿意跟姥爷玩，就想救自己，差点来晚了啊！你说的是我吗？是我们四哥吗？啊？是我们四哥差点来晚了吗？四哥，喝了吧？没喝，没喝，跟谁喝呀？跟谁喝呀？老四。你就说我能跟谁喝？感谢仰望星空，跟我四哥整点还行。哎呀，跟我四哥我俩整点儿。哎呀，四哥呀，一会儿姥爷买两个菜儿啊。哎呀，我一会儿跟四哥我俩整俩菜儿。啊，我四哥借酒消愁。我陪我四哥去有消愁，啊，四哥，听说你最近不感谢赌场全老四啊，老四啊，晚上跟老爷整点儿，整点儿，老四啊，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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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啊，喝多了，四哥，晚上跟老爷整点儿啊，小迷糊。小牛，你也要整点是不是？小牛，你也要整点是不是？小牛啊，是你借酒消愁吧？我消啥愁啊？我挺高兴的，兄弟们，我挺开心的。唯一不开心的是今天晚上我没发段子，唯一不开心的今晚没发段子。老爷烤冷面有没有平底锅能做吗？没有平底锅的话也能做啊，也能做，但是做的不是特别完美啊。没有平底锅的话，做的不是完美，没有灵魂啊。有灵魂，用平底锅做的有灵魂，好吃啊，整装。你要用别的锅做的不整装，没毛病，老四啊。石头怎么回事？石头不知道，石头没事，我一叫他就过来了，我一叫他过来了。石头来，抱我来，石头来，过来来，快，石榴。抱我来，快来！石榴，石榴来，快抱我来，快来来！石榴，快抱我来，快！我一叫就过来了，来，石榴来，来，我一叫就来了，来，小石榴啥事没有？老爷狗狗早期胰腺炎有什么好用的药吗？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这个我没处理过这个事儿啊，我没处理过，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哎呀，这个小迷糊跟他爹是真亲呐！你还是问一下宠物医生吧啊，这个我真是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啊，不敢妄言，不敢妄言啊，怕耽误你家狗。这几只狗狗长得真像姥爷，石头自己知道。叫石榴吗？他肯定知道啊。小迷糊来，小迷糊，老爷抱我来，看看小迷糊，他知道自己叫小迷糊吧？你们看好，兄弟们啊，我让老大来，我再叫小迷糊啊，我再叫小迷糊。那老大来了，这家伙我就说了一句老大，老大就过来了。
使劲，看看知不知道，兄弟们，使劲，他知不知道？知道吗？好，好了，我不叫他了啊，我换个别的小狗啊。小明花，小明快来，拿抱抱来。小明花，看看他知不知道？知不知道自己叫小明花，兄弟们，知不知道？他知道吧？好，你起来吧，使劲。石亮来，抱石亮来，石亮，他知道啊，石亮来，石亮上，看看，他知道吧？你好，老喊老四啊，老四，老四来抱我来，四哥，老四来抱我，哎，好，你看看，啊，看老四啊，三你起来，你先起来的，哎，你先起来三，啊，老四来抱我来，来抱我来，老四。你先起来的，老四来抱我来，低头，四哥，他们都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真好玩。老四，你出去玩去吧，去吧，老四，去，出去吧。我让老四走啊，你要老实，我让老四走，老四走吧，你走吧，老四走吧，你让他知道吧，他知道走，看着，老四你回来坐这儿，老四坐这儿。坐下，老三，坐好了，坐，四哥，你坐好了。他知道，够明白。老四，坐下，老四，坐下，坐，坐好宝。你看都知道吧？老四，去吧，去玩去吧。你看他都知道玩吧？很简单，兄弟们，就是手势啊。我们家老四现在越来越聪明啊，我四哥，老大跟你最亲。我家老大唯一的不好是咋的，兄弟，他总舔人，你知道吧？总舔人啊！我媳妇儿，我就因为我家狗总舔我，兄弟们啊！我媳妇儿总跟我干仗，因为咋的呢？因为俺家狗总舔我吧？啊，他总说我不知道干净埋汰，兄弟们。哦，我觉着，兄弟们，你说我家狗总舔我，他舔我，我也舔他啊！我觉得挺好的啊，彼此，我跟狗狗。啊，我跟我家狗基本上是相依为命的，兄弟们啊，我觉得我不太嫌乎他们，我不太嫌乎他们，你们觉得啊、你们觉得有毛病吗，兄弟们，你们觉得有毛吗？啊，有菌，我媳妇总说我有一天得狂犬病啊，我跟我媳妇总吵吵，老大总愿意舔我，兄弟们啊，老大如果像老四似的不舔人啊，其实挺好的，没毛病，有细菌啊。小明花过来，来，小明花来抱抱小明花，小明花懵的，小明花懵了，明花快来，明花，这个小明花，明花，这个明花啥也不是，抱老大，我抱不动老大，老大太沉了，老大80多斤了，兄弟们，俺家老大80多斤了啊，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兄弟们啊。玩个啥游戏呢？兄弟们，咱再玩隔碗猜物吧，行不行？让老四跟 Seven 他们俩玩一个隔碗猜物，你们想不想看，兄弟们？我，觉得卫生间问什么？我觉着卫生问题你真棒啊！感谢啊，隔空猜物吧，兄弟们啊！感谢馒头，谢谢馒头啊！老四还有 Seven 他俩隔空猜物，要不要？兄弟们，要不让小迷糊和老四他俩猜，小迷糊让老四他俩猜，啊，大家有需要宠物用品的啊，下方小购物车有想买啥，大家伙可以去拍啊。第五个链接，咱家火腿肠啊，兄弟们拍一啊，总共是兄弟们拍一发11包，总共是88根火腿肠啊。老大就不做游戏，老大兄弟们，老大他还不敢小老四呢。老大不敢老四呢，兄弟们，老大都不会摸，老四还会摸，兄弟们，老大不会摸，啊，让看小牛猜啊，让小牛猜呀、啊，行，让小牛猜，嗯，哎，让小牛猜啊，感谢凤，谢凤啊，来。
我给我们家小明安排一个零食。好啊，来，小明坐这，小明，快点，再让你坐这。啊，那小牛才啊，小牛，干啥呢？啊，小牛啊，来了，有两个碗，啊，小牛坐下了，三坐好了，三坐坐，小牛坐。抓小明啊，能看清吧，兄弟们，能看清吧？啊，俺那小明话，还有俺那 seven 啊，好，来 ，seven， 你站，你不许动 ，seven 啊，小明话，你看好了啊，老爷这边有肉干儿，三，你趴这，你趴这，三，你趴这，趴这，不许动，不许动啊，小明，你猜一下吧啊，看小明能不能猜对啊，往上点，往上，能看清吗？能看清吗？来，小明跪动，看好了，老爷放这里，转，在哪里？小明啊，你别猜，你说你三，你等会儿再猜不行吗？你看了吗你？你就猜，哎，小明，三三坐下来，三你坐下来。天天雪藏老大，老大聪明，兄弟们，老大聪明，咱就不让老大猜了啊！啊，小明啥也不是，关键是啊！哎呀，好好猜啊，好好猜，为啥俩不一样的碗？哎呦我的妈呀，兄弟们，碗还整个一不一样的，兄弟们，就算一个，就算颜色不一样，他能猜明白也牛逼呀，兄弟们，对不对呀？啊，对不对？就算这两个连两个碗不是一个颜色的，他能猜到在哪个碗里头，他也是这个，兄弟们知道吗？啊，哪怕是兄弟们这个碗是透明的，他能猜出来，他也是这个，他也是这个呀，兄弟们。啊，不许动，他坐好了。啊，好了啊，小明猜。啊。再问你看看，咱你低头看，再低头，好了啊，小迷惑，再低头，低头，低头，看手这，看着啊，再哪个？哎呀，我的妈！你先别吱声，小明，你猜。你没看着啊？你别动，小明，你猜在哪个碗里？猜着给你吃，小明，猜着肯定给你吃，啊，行不行？小明啊，猜呀，在哪个碗里头啊？啊，哪个碗里？小明，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小明啊，啥也不是，啥也不是，兄弟们，咱还得给小明吃，给三元吃。咱吃啊，他什么时候猜对什么时候给他吃啊。回答看好了啊，三碗看好了，小明在哪儿呢？小明啊，小明啊，哪个碗里？三碗，你猜在哪个碗里？三碗，你猜在哪个碗里？三碗，在哪个碗里？三碗，你摸一下。啊，玩这个游戏不得把小牛饿死啊！三碗，坐好了，坐好了，不许动啊，不许动啊，好。啊，兄弟们，都没看，来。小牛，小玩这个游戏，三你不许动啊！看好了啊，三碗看好了，你看没看到？你想不想玩了他？你不想玩，我给你接接笼子吧，不能瞎猜啊！
不许动。小明，哪个碗里的？三位淘汰，给小明吃。好，三位淘汰了啊！你也不看你就瞎猜，啊？三，你也不看你就瞎猜。扣花碗里。退下，扣花碗里啊！退退退退退，好了。小明，在哪呢？小明赢了，小明赢了啊！该抢哪些？最起码三位会猜，啊，三位也不是说每把都能猜对，兄弟啊，三位也不是每把都能猜对。他如果真要是每把都能猜对，兄弟们啊，但是我跟你们说，十把seven能猜对八把吗？十把seven能猜对八次，啊！感谢大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兄弟们啊！迪特除臭剂第六链接，兄弟们，35.9块两瓶儿啊，相当于18块钱一瓶，兄弟们啊，相当于18块钱一瓶。大家伙儿又想买迪特除臭剂的，大家可以去买一单迪特除臭剂啊，迪特除臭剂在第六链接啊，35.9两瓶啊。小迷糊啊，他一把没猜对，兄弟们，小迷糊一把都没猜对呀、啊。你让老大来，老大也不行啊，来，小迷糊进来，小迷糊进来。老四，四哥，三你别踩了，三你先别踩，别踩，别踩。三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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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不动他了啊！四哥，四哥，你这个你猜对了，给你吃啊！猜一下子，老四，看好了啊！猜一下子，在哪个碗里？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四哥呀，真棒啊！三，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坐上，坐坐，三你坐，别猜，三别猜，坐好了啊！再看我四哥一把，兄弟们啊 ！seven， 你别动，坐，退，好了啊，老四，好了，在哪个碗里？哎呀，我的妈呀，四哥猜的真准！哎呀，哎，兄弟们，他为什么能猜准呢？老铁们，你们猜老四为什么能猜准呢？啊？三，起来，三，起来，起来！但是我一转，老四就懵了。兄弟们看啊，老四，看好了啊！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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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碗里？哎呀，你起来了！三，你别，你三位等会儿再跟你玩，你坐下，你坐下，坐下他，你坐下，对，趴那儿，趴那儿啊，好，老四在哪个碗里？在哪个碗里？起来，没，在哪碗里，老三？三，三吧，你别参与了，三吧啊！
你都会了，你就别参与了啊。啥特不是刚夸完。老师今天好聪明啊。做好了，做好了。好了啊。咱退退退退退，你退退退退退，坐，坐下，趴下，趴下啊！老师，再猜一遍啊！四哥，在哪儿？好，这个猜对了。老师，这个有点太简单了啊！老师再给你出一个，出一个，看好了啊！老师，兄弟们，好。哪个玩意儿，老师？哪个？哎，哎，你不转圈他能猜明白，兄弟们。但在不转圈的情况下，老师是能猜明白的，知道吗？有耳漂吗？没有耳漂。退退退退，趴下，趴下，趴下，对不对？在不转的情况下，老师是猜不能猜明白的啊。我如果转的话，老师看好了，老师转一下。你看看我说啥了，你确定吗？老师，老师你确定吗？老师，我说啥了啊？三万你猜在哪儿？三万你猜在哪儿？在哪儿？你看我说啥了，我说啥了，你起来。哎呀，都没看。坐好了，三万，坐好了。三万一直盯着老师吗？啊，三万，老三万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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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四啊，兄弟们，我再让老四猜一遍，老四啊，这个肉干看好了啊，老四，你看，四哥低头，看，低头，一，到哪儿，老四？在哪儿，老三？别吱声。在哪儿，老三？你别吱声。老四在哪儿，老三？猜一个，老三在哪儿呢？你能不能别吱声啊？老四在哪儿，老三？三万，你猜在哪儿，三万？你他妈到底在哪儿，老四？到底在哪儿，老四？你确定？确定？蒙圈了，你俩。哎，行了，你三，你别吱声了，行不行啊？啊，老师啊，看好了啊，这个在哪？在哪，老师？哎呀，我 seven 呢，你非得让我给你关起来是不是？啊？在哪，老师？老师在哪？老师，摸摸老师。哎呦我的妈呀，你是真笨的啊，你是真笨的，老四啊。哎呀，我四哥真是，我四哥真是。看妈妈不听妈妈的啊，老四要专注，太笨了，这玩的太有意思了吧，是不是？有意思吧，兄弟们，感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然后有想买咱家土豆粉的兄弟们啊，或者咱家烤冷面，咱家土豆粉，兄弟们，第一个链接土豆粉啊，27.9元发六包土豆粉。三，你起来退退退退退，27.9元六包土豆粉啊。我再把咱家老大来吧，兄弟们啊。小迷糊看完了，老四就是懵，兄弟们，老四就是懵啊。但是呢，兄弟们，如果在不赚的条件下，老四是能猜对的啊，老四100%猜对啊，在不转的情况下，但是我刚才都已经验证了啊。姐退退开，我现在我不转行吗？啊，我不转啊，我真的行，我数十，来兄弟们啊，我随便我放一个碗，哎，好，离这个碗近，我放这个碗里头。老四，你猜在哪个碗里头？在哪个碗里？三文，你别告诉我，我发现咋这么欠儿呢？三文，老四猜。老四猜，老四猜，在你啊！
老四猜，猜你完了，老四。啊，好。老四猜，猜你完了，老四。你别告诉他，再问你瞅瞅你，在哪把脸？啊，咱你退吧，你退吧，啊，好，老师在哪把脸子？好，老师在哪个把脸？老师，你看看，兄弟们，你看看，啊，你我给你两次机会，你都没吃着，对不对，兄弟们？小老四在不转满的情况下，老四一猜一个准儿，对不对？老四也聪明，但是你一转他就不知道了啊，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知道吧？为什么不给老四吃？我给老四吃了，兄弟们，你们没看着我给老四吃了吗？我第一下给老四吃，老四没接着，第二下又给老四吃，老四又没接着，等我第三下再给老四吃的时候还没接着，到最后给三元吃了。你们看着了吗，兄弟们？看着我，大家打看着了，可别在那黑我了，兄弟们，好不好？好不好，兄弟们？看没看着？一转就迷糊，一转就迷糊。你看，转好了啊，看看啊，我让他俩猜，再我让他俩猜这零食行吗？啊，好，看啊，在哪儿呢？他们没有，现在没有。三，你坐着，你看你总是揭秘我干什么玩意儿呢？我发现你，啊？你怎么总揭发我呢？让老四猜不行吗？我发现你就让他猜不行吗？啊？老四啊，老四在哪儿呢？你看，你真行，真的。老四，在哪个班里？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妈呀，那是亲儿子吧？在哪儿呢，老四？在哪儿呢？老四，你行了，三哥，你坐着。在哪儿呢，老四？在哪儿呢？四哥，在哪儿？啊啊，四哥真聪明啊！你看看你三哥。你儿子好不容易猜对一把，你就不能让着他吗？啊，塞文，坐好了，坐好了，坐好了，啊，退啊，走啊。老师差点咬到我的手，哎，我的妈呀！三元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好，兄弟们啊，咱该看老大了，兄弟们啊，咱该看老大了，是不是？啊，该看老大了。又想买烤冷面的兄弟们啊，咱家第二个链接烤冷面16.9元发两包，一包是10张，两包是20张，兄弟们，也就是兄弟们，咱们家烤冷面20张16.9元。赠送干料包两包，赠送酱料包两包，还赠送一把刷子，兄弟们啊！做法你就看我第二个咱下方小购物车第二个链接的讲解就可以，兄弟们啊！做法就看我讲解就可以了啊！老大出来，兄弟们，我没说错吧？
在不赚的条件下，老四是可以猜对的，但是你一赚，老四就懵了。大家伙没点亮，给三元爹点点亮行不行？咱直播间兄弟们，刚才直播间4000多人，没有一个点亮的，兄弟们，点点亮，点点爱心，兄弟们，好不好？别人直播间500人点亮能点到10万加，咱们直播间5000人点亮竟然点不到2万，兄弟们，竟然。大家伙帮帮忙，点点亮，好不好？啊，感谢大家了。大家伙不会来咱们家都过来包宿来了吧，兄弟们啊！来直播间，进直播间往那一趴，就手机往枕头边上一放，就开始睡觉了，是不是，兄弟们？啊！都在看狗狗，看的也太专注了吧，兄弟们！大家伙帮帮忙，给三元爹点一点，好吗？感谢二宝干妈。啊，欢迎二宝干妈啊，欢迎欢迎啊，二宝应该是俺家老大的孩子，兄弟们，俺家老大应该是万万啊，大家给二宝，我说的是不是，我说对不对，二宝干妈说的是不是万万啊，兄弟们啊，感谢大家伙啊，看大家伙你们看的也太专注了，专注到啊都不想给三爹点亮了，老师坐下，老师来。老师坐下，老师啊，看老大来，老师过来，来，老师进来，老大出来，来老大出来，好，老大坐着啊，好了，三人起来吧，三人起来吧，老大猜你就起来吧，三宝啊，看老大猜啊，兄弟们啊，看老大猜啊，感谢大家伙点亮啊，5万了，兄弟们啊，行了，兄弟们，大家伙歇会儿吧，啊，5万了，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兄弟们啊！三文，你起来，你起来，你等会儿再带你，你坐好了，你坐好了，坐，趴下，你可别猜了，三文啊！好了啊，让你老大猜啊，老大，你如果能猜到这个小零食在哪个碗里，我就给你吃啊！老大看好了啊，哪个碗？哪个碗，老大？哪个？啊，这个呀，真棒，真棒啊！三文，你起来，你等会儿老大才。出来。好，兄弟们，在我不转碗的时候，老大也能猜对，兄弟们啊！在我不转碗的时候，老大也能猜对。咱们看看，兄弟们，第一把老大猜对了，咱看看第二把老大能不能猜对啊？咱你退，别参与了，趴下啊，兄弟们，看看第二把老大能不能猜对啊，兄弟们啊，这哪个碗里，老大？哪个碗，老大？摸哪个碗，老大？你别看我，老大，我好像误导你似的，我没误导你啊，老大，我再给你一遍啊。哪个碗，老大？哪个？三文，你说你在瞎猜，你起来，坐好了，老大啊，看好了，哪个碗，老大？哪个碗，老大？哪个，老大？哪个碗？你说你，老大果真没有老四聪明，兄弟们，老大果真没有老四聪明，老大急眼了，你先重新来啊！
我好了啊，老大你再猜一遍啊。老大你看好了，老大你看好了啊，看好了。好，懵了，他绝对猜不对，这你不许猜。老大猜猜哪个吧，老大。你看他猜不对吧，啊猜不对吧，三在哪个吧，三在哪个吧，三你猜。三你也没猜对，我给老大一个奖励，我给老大一个奖励。哎三你退啊。你们看着啊，刚才我把这个东西放这个碗里头，等我把铃声放这个碗里的时候啊，我进行转的时候，老大盯的是这个碗，老大盯的是这个碗，你看着啊，看好了啊，看好了啊，看啊，你看你看这哪碗，老大哪碗，老大猜哪碗的，你看这猜不着，你就这么笨吗？啊，这么笨吗？你猜哪个碗？你猜哪个碗？你也笨呢，三碗，你也笨呢，你还不如你家姑娘呢，你啊！哎，老大都猜不对，不是老大都猜不对。你小时候没有教老大，但是啊，兄弟们，老大和老四啊、老三啊，他们几个都会选东西，知道吧？都会选东西，啊。赛文在场就是干扰，你没发现吗，兄弟们？赛文总想去选，啊？赛文总想去选，就感觉所有事都跟赛文有关系似的，总想自己去挑，是不是？啊？大伙想买鸡排的，兄弟们啊，第三个链接那是宠物零食，兄弟们啊，鸡排长那个是宠物零食啊，19.95五包。一包呢是100克，兄弟们，五包是500克，兄弟们，第三个链接那个鸡排掌，也就是说，兄弟们，19.9，你能买一斤的鸡排掌，兄弟们啊，狗狗特别喜欢吃，咱俩狗一直都在吃那个鸡排掌啊，挺好吃的，兄弟们，那个是咱们家最近啊，最近这段时间上的一个新品啊，平就是19.9啊，他们都卖，就是他们平时都卖29.9。咱们家卖19.9，兄弟们啊，咱们家卖19.9啊，有需要的好朋友们，大家可以去拍一单，好不好，兄弟们啊，大家伙儿啊，家里有宠物的，你可以给自己家狗尝上那么一尝。第三个链接鸡排掌，狗狗非常喜欢吃，兄弟们啊，里头是纯鸡胸肉，70%鸡胸肉，然后呢，里边有那个胡萝卜啊、南瓜啊，然后这就是鸡胸肉了，兄弟们啊，这三样东西狗狗喜欢吃啊。你们可以去给狗狗拍的，宠物零食，兄弟们啊，给狗吃的啊，让小牛出场，兄弟们，老大也看完了，老四也看完了啊，小牛也看完了，其实小石头是不会的，兄弟们啊，小石头不会啊，小石头整不了，他不会，他试试吧，兄弟们，这么我试试小石头吧，行不行？想看小石头的。啊，咱既然咱这个游戏做到现在了，兄弟们啊，咱都看一看，对不对？看看小石榴啊，有什么新举动？看小石榴聪不聪明，是不是？啊，老爷你亲亲老大呗。啊，老大来亲一个。踢脸。我不给你亲，张倩，来亲一个来。嗯。三来。三来，嗯。亲，好好亲。咱也不好好亲，那一顿喂多少狗粮？40多天的拉布拉多，一顿的话，哎，别喂太多了啊。根据狗狗体重喂的话，兄弟们，
四十多天的拉布拉多应该也就吃一把狗粮吧，兄弟们，四十多天的啊，哎呀，四个一大把吧，兄弟们，一捧，就这么捧一下子就可以了。你就是你从那个狗粮袋子里，哎，铲一下捧一把的就够他吃的了，啊，捧一把就够吃的了啊。三文要亲你，啊，咱们家的。第四个链接，兄弟们，咱家第四个链接，咱家那是截齿棒，狗狗的截齿棒啊，9.9块，兄弟们啊，9.9块一罐，一罐里头，兄弟们，9.9块一罐，一罐里头有35根截齿棒啊。咱家这个截齿棒好长时间不卖这个9.9块了啊。第四个链接，9.9块，265克，一盒总共是35根，兄弟们啊，一盒35根，如果你拍四罐的话，还能再批。还能再便宜啊，使了没意思。9.9块，兄弟们啊，9.9块的磨牙棒，咱家狗狗特别喜欢吃，兄弟们啊，而且咱家那款零食卖的特别好啊，红心点到10万了，兄弟们，大家伙不用再点了，兄弟们辛苦大家了，兄弟姐妹们啊，三元爹在这里感谢大家伙了啊，老铁们，大家伙辛苦了。既然大家伙想看咱俩小石榴，兄弟们，我现在就让咱俩小石榴出来，好不好？我现在就让咱俩小石榴出来，让小石榴给大家展示那么一展示，兄弟们，啊，石榴就没意思了，小石榴吧，兄弟们，小石榴咋呢？啊，小石榴，它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兄弟们知道吧？啊，小石榴呢，在咱们家算是那个弱势群体，啊，跟小迷糊一样，兄弟们。因为呢，咱家小老大、小老四还有咱家 seven， 他们属于大型犬，小迷糊和小石榴属于小型犬，兄弟们啊，在咱们家呢属于重点保护对象，啊，小迷糊和小石榴属于重点保护对象，兄弟们，他俩属于那个弱势群体，啊，所以大家对他们两个，只有宠爱，兄弟们，只有宠爱啊，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啊。大家伙也是希望爸爸、希望三三爹啊，对他们俩啊格外的宠爱啊，大家伙也对他们也是格外的宠爱，对不对，兄弟们啊？欢迎俺们亲家啊，三们小迷糊是台柱子，老四也是，兄弟们啊，欢迎俺们亲家的妥妥先生给俺们亲家点点关注，兄弟们啊，老四的爸啊。老大的独生子女去哪儿？老大的独生子女，一个上杰克他们家去了，一个上二迷糊他们家去了，兄弟们，啊，来，小石头出来，来，你看人家小老大，兄弟们，你看我们家小老大这个盘腿这个姿势，我不知道跟谁学的，但是我敢保证，他指定是看到 Seven 盘腿，他才会这个盘腿的，啊，俺家小老大，这个盘腿，兄弟们，啊，好看吗？啊，兄弟们，老大盘腿好看吗？啊，啥也不是，就会盘腿儿。啊，兄弟们，你看我说老大啥也不是的时候，三文一点举动都没有啊。当我说老四啥也不是的时候，三文就哐哐一顿怼。三文绝对是就是一顿怼啊，兄弟们啊，说老四啊。然后大家伙想买火腿肠呢啊，第五个链接，兄弟们，第五个链接火腿肠是52块钱11包，总共是88根的啊。咱家这个火腿肠狗狗超级喜欢吃啊，我给老大，兄弟们，我给老大拆一个火腿肠，然后咱们就让老大回去休息，好不好？然后咱换小石榴啊，我给小老大拆一个火腿肠啊，让小老大回去休息啊。啊，这个小火腿肠，兄弟们。啊，这一个里边有8包，兄弟们，一个里头有8根啊，然后咱家是拍一发11包，总共是88根啊，在第五个链接，兄弟们，在第五个链接啊，这一袋呢，兄弟们，这一袋是160克，11包就是1760克，兄弟们，1760克啊，三三你别吃了，给老大吃，老大，给老大吃啊，老大，好。啊，给老大吃了啊，让家老大回去休息啊，兄弟们，有需要咱家这个火腿肠的兄弟们，宠物零食火腿肠啊，给三万一根吧，啊，三万抢了半天了，给俺家三万也一根。哎呀，三万呢，爸爸也给你一根火腿肠啊，你听话好不好？三万你坐下，三万，三万你告诉爸爸，这个火腿肠好不好？
好啊，你告诉大家伙儿下单，告诉啊啊下单啊，好不好吃？好吃啊，好啊，待会儿我去买吧，你说啊，放心，嗯、啊，放心，嗯、啊，好啊，吃吧，给。三阳都说了，兄弟们啊，大家伙想买火腿肠的，大家可去买那火腿肠啊，11包火腿肠，52块钱，总共是88根啊，到10万了，感谢大家伙，兄弟们啊，歇会儿吧，兄弟们啊，大家伙不要再点了，辛苦了。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是昨夜的酒。好。老大进来吧，老大，换咱俩小石榴，兄弟们啊！老大进来，老大，来，好，石榴，好，啊，石榴坐这儿吧，石榴。站起来啊，石头，好啊，看小石头能不能猜着，兄弟们啊，看小石头能不能猜着啊，小石头指定是没有Seven聪明，兄弟们指定没有这帮大狗聪明啊，小俺家小石头，哦Seven你起什么，你没有了，没有零食了，没有零食了，你起来三，你起来，你先起来，你坐这儿，坐坐，大家坐，趴下啊，趴下不许动，咱们啊，好啊，小石头，你猜猜这个肉干上哪去了啊？哎呀，啊，在哪儿呢，小石头？摸摸，小石你摸摸在哪个碗里，小石摸一下 ，seven， 在哪碗里，小石来，在哪碗里？哎呀，你可别瞎忙活了，你歇会儿吧，你再忙啊。小石在哪个碗里呢？哎，好，在哪碗里？不行，小石头不行，兄弟们，哎呀，三文也是的，三文你真是对你无语的，你坐好了，三文，在哪碗里？你起来坐好了，在哪碗里？在哪碗里？懵了。小石头想的吧，小石头你别猜了，小石头你让小石头猜行不行啊，还转，不转都猜不出来，还转，哎，起来，小退，我不转啊，小石头在哪儿呢，小石头能不能别动，小石头在哪里，小石头啊，你猜一下在哪个碗里，小石头，他不猜兄弟，不行，必须用三文的，他不会知道吧，他不会摸，小石头根本不猜，放弃吧，石头不会，石头主要知道不会表达啊，既然 Seven 那么厉害，那就让他一个单猜不是挺好的吗，
待会儿不是说想看一看小石头和老四他们几个的才艺吗，兄弟们，对不对？你们想看看他们几个的才艺啊，所以刚才咱们看了一圈，是不是？感谢白鹿，谢谢啊，欢迎白鹿超爱超爱美，谢谢白鹿超爱美啊，哎妈呀，至高无上的榜一吗？这不是白鹿超爱美，谢谢谢谢姐姐啊，欢迎啊，兄弟们，好了，不玩了啊，咱都看过了一遍，兄弟们，咱总结了一下子啊，除了 seven 之外的兄弟们，老四算是比较聪明的，同意的话大家打个同意，兄弟们啊，咱把老四放出来啊，对不对？同意的话大家打个同意。除了我们家 seven 之外，老四是算是比较聪明的啊，最起码兄弟们，老四你把东西放地上，老四你不转的情况下，老四是百分之百能猜对的，看了吗？啊，感谢就是那棵树啊，没有看到 seven 猜过。他们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猜对的，知道吗，兄弟们啊，也不是百分之百猜对的啊，就是说他们只是说会这个技能而已，兄弟们，如果真要是百分之百能猜对的话，兄弟们，那我直接设局了，我直接就开那个啥了，开主场了，我直接就带 seven， 兄弟们， seven 能猜对的话啊，连 seven 都能猜对的话，兄弟们，那我还差啥呀，对不对？我以后吃不愁穿不愁了，不住平常住高楼了，兄弟们啊，你的碗地板太紧，所以闻不到，石榴猜对了啊，他们狗狗啊是没有逻辑的，知道吗？他看着哪个就是哪个，知道吗，兄弟们？他看着哪个是哪个啊。啥时候搬家呀？还不知道呢，兄弟们，还不知道呢啊，搬家的话到时候跟大家说。哎呦我的妈呀，兄弟们看不上，你们看没看着，兄弟们跟谁在一起那真是学谁呀，跟小迷糊在一起那就是学会偷东西呀，跟小迷糊在一起那就会偷东西呀，你妈在里头干啥呢？我看你妈在里头干啥呢？小明出来，来里边，谁在里头呢？我看谁在里头呢？小明我看谁在里头呢？你看看小明，人家这家伙这护着他妈呢，你看小明，我看里边谁在里头呢？啊，谁不听话？现在谁不听话？我看，来，小明啊，我看在哪？小石榴，是小石榴吗？我看谁在里头呢？这个猎的不放我看看谁在里头呢？我看看，是小石榴吗？家伙，小石榴，我看是谁呀？你说你怎么还在外面放风呢？他给你吃一口了吗？小明，我老爷想问你，他给你吃半口一口了还是？他给你吃啥了？我看看，你说你一天天，我看看，操你哥，我看看，哎呦，漏了，我操，果然是小石榴，漏了，这漏屁股，我看，小石榴出来，来，小石榴是不是偷东西了？呀，是谁偷的？我看看。
好了，小明出来，来，小明握手握手握手，小明握手握手握手，你出来，你出来，我看看里边偷什么，我看你们母女俩偷啥了，我看看来，我看你们母女俩偷啥吃的了，行行了行了，我看你俩干啥坏事了，出来，你能不能醒了，能不能听话，能不能听你老爷话啊，小明啊，你别这样的，小明，我老爷求求你了，你这不犯病了吗你啊，小明，你这不犯病吗你，现在就出来出来，我看看，你瞧你这傻了吧唧的，你在里头待着吧，你永远别出来了，我让你他妈永远都不得安宁。太烦人了，拿来，吐了他。小明啊，你真是不怕我是不是？那老爷对你太好了是不是？小明啊，啊，你三番五次的招惹我，小明，你三番五次的你整我啊。操你哥的你！我看这得有啥？谁说这里没有吃的啊？小明，我指定是盯上这里吃的了，兄弟们，看着没？这里有渣渣啊，肉干渣，看着没？那啥，拿来，这谁咬的？啊，这谁咬的啊，啥都偷吃，是狗屁不是你啊，别看热闹了，不许看热闹啊，都在看热闹了，你瞅瞅小明窝，因为你这条臭鱼熏了一锅汤，小明窝都在瞅你呢，都看你热闹呢，你知道吗，小明窝都看你热闹了，你瞅瞅你看看啊，不搅味儿呢，在这块拉啊，蹬鼻子上脸，你一天天的，你成天就知道偷东西吃，啥样儿子啥样爹，啥也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来一口吧，没有了，没有了，不许偷吃这零食了啊！老大，啊，十六，好，都有份儿，都有份儿，行了，没有了，没有了，四个太难了。好，欢迎大家伙啊，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然后呢，咱家好朋友们有想买土豆粉的啊，兄弟们。咱们家第一个链接，土豆粉27.9元发六袋土豆粉，兄弟们啊，27.9元发六袋啊，哎呀我的妈呀，这谁咬坏的啊，这不那个干燥剂吗，这玩意儿不有毒吗，谁咬坏的呢啊，你们几个都给我坐这儿，
小迷糊眼的，有治细小药，没有治细小药。铁老三，这个可不能吃，兄弟们啊，这个是那个干燥剂呀，啊。我感觉好像也是石头咬的，因为刚才我训小迷糊的时候 ，Seven 他们几个都在那看热闹，唯独小迷糊没在瓶旁边。你看啊，起来！好小哥，小迷糊你真行，小迷糊你真行啊！你倒点水。试试当然。我把手机拿来啊，我查一下子，我看你们几个到底谁干的。哎呀。那个监控有死角，那个监控有死角啊，监控有死角，能不能看到这块呢？哎，养这么多狗太操心了，没办法啊兄弟们，哎，没办法呀，谁让咱养这么多狗呢啊，是不是老师？我猜我看一下子啊，一点不让我省心，我看一下到底谁咬的，能不能看到这个地方？我的妈呀，看不着这会儿啊！啊，兄弟们，看不着这会儿啊！这个监控照的是在底下，啊？小迷糊排除，小迷糊排除在外，肯定不是小迷糊整的，我感觉就是小石榴，兄弟们。我感觉就是小石榴，看不着，的确看不着，兄弟们，没有，一动不动，啊，一动不动的，只能听着我在说话，我估计，设备已离线，哎，我家设备怎么突然离线了呢？突然怎么看不着了呢？啊，能看着，在这儿呢。今天20几号，兄弟们？看不着，兄弟们，看不着，看着吗？答案不是刚查的。做好了。啥也看不见。我最近呢？好了。马上29号呢，啥也看不见。这28号的，看不着。3月28号，这个摄像头，我估计我媳妇儿，是我媳妇儿总观察我呀啊！这摄像头怎么总动地方呢？啊，是我媳妇儿没事的时候总监督我呀啊！其实我平时的时候，这个摄像头是这样式的，兄弟们知道吧？啊，他一整这个摄像头就这样式的，照大门的，哎，照这块的。是我媳妇看我鞋怎么在家呀，是不是为了看我的鞋呢啊，总是往这个方向照，难道是他想看我几点出门，
是不是怕我媳妇没得她回娘家了，兄弟们，你说我媳妇能不能是为了看我晚上的时候我要出门了几点出去的干啥去了，是不是要监督我呀？啊，看你干啥，她是不是怕我晚上出去啊？啊，你看兄弟们，刚才就是这个角度，是不是刚才是这个角度啊，刚才是这个角度，他绝对是看我直播完了之后，他从这个地方出，我从这地方出来，他看我几点出去的，几点回来的，我估计只能监视我了，神叨的啊，你多虑了吧，你也太多心了，兄弟们，这叫啥呢，兄弟们啊，我跟你说兄弟们，这个叫反侦查能力强，知道吧，既然我媳妇儿，兄弟们，既然他能这样式的啊，兄弟，既然能这样式的话，我完全可以怎么的呢，兄弟们，我从这边绕过来，我从这边走，哎，出去了，知道吗，看不着我，特意调那样式的啊，晚上不动的时候，哎，从这儿绕过去就出去了，真有可能，不排除三妈妈关心你。怕我晚上跟别人出去约会啊，吃饭啊，怕我会同学去，怕我找我以前同学，兄弟们啊，怕我跟我同学啊出去吃饭，嗯，你没动的话就是有猫腻，你长这么帅必须防一手，你可拉倒吧，我长得还不如俺家老四呢，兄弟们，说句实话，兄弟们啊，说句实话，嗯，我长得不如我四哥，兄弟们，你们说句，兄弟们，我就想让大家伙，咱说句掏心窝的话，兄弟们，你说我跟我四哥俺俩谁长得帅？我有时候老铁们啊，我有时候，我真感觉我不如我四哥，兄弟们，真的，我真感觉我不如我四哥。的确是没有老四帅，兄弟们，就我这样式的都能找着媳妇儿，兄弟们，你们说老四能找不着媳妇儿吗？老铁们，老四能找不着吗？不是一个品种，不能比较啊。但是兄弟们啊，在大街上，兄弟们，咱说在那个大道上啊，你如果碰着我了，还碰着俺家老四了，你绝对的会去稀罕俺家老四啊，你绝对不会过来稀罕我，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兄弟们，尤其是那个小姑娘。啊，绝对会稀罕老四的，不带稀罕我的。啊，我跟你说，兄弟，我有时候我都羡慕、嫉妒、恨呐。老四啊，老爷都羡慕你呀、啊，你有女人缘啊，小迷老四啊，老爷自愧不如啊。我多么想成为一条狗啊，老四啊，我多么想成为一条狗啊，老四啊，多么想跟你一样啊，啊，老四啊，没毛病吧，老四哥。没毛病，老师啊，啊，四哥有毛吗？老师有毛吗？啊，哎呀，我的妈呀，四哥好像是成精了，四哥，我四哥好像成精了，四哥说没毛病，四哥不仅帅，性格还好啊，狗冠冕也好看，嗯，快点去医院看看去吧。欢迎大家来到咱家直播间啊，欢迎大家伙儿。然后大家伙想买咱家这个洁齿棒呢啊，咱家洁齿棒在第四个链接，兄弟们，还有30单洁齿棒，兄弟们，洁齿棒还有30单，9.9元一单，兄弟们，9.9元一单啊。然后呢，咱家是9块9一罐，一罐里头有35根，兄弟们，一罐里头有35根，总共呢啊是9.9元啊，老铁们，洁齿棒啊，像是狗狗啊要牙结石啊、口臭啊，兄弟们啊。然后呢，可以帮助狗狗清洁牙齿啊。这款洁齿棒咱家卖的非常不错，兄弟们，而且评论啥都非常好，老铁们，评论啥都非常好啊。你们大家伙可以去，买一单洁齿棒去试试，兄弟们啊，看狗狗喜不喜欢吃。9.9元啊，兄弟们，非常的性价比非常高啊，狗狗绝对是喜欢吃啊，因为俺家狗就老喜欢吃了，嗯，俺家狗老喜欢吃了。
谢谢大家啊，谢谢所有好朋友啊，老四还是大暖男呢。比熊能吃吗？比熊可以吃，兄弟们，比熊啊、泰迪啊、金毛啊都能吃啊。咱家这个结齿棒不分品种，兄弟们，还剩25单，兄弟们，还剩最后25单啊！想买的9.9元一单，兄弟们，大家拍9.9就可以啊！大家伙给自己家狗狗实在是没吃过咱家这款结齿棒的，兄弟们，我建议大家伙拍一单9.9的啊，你们去拍一单9.9的去尝试一下的啊，因为狗狗，你先看看你家狗喜不喜欢吃，愿意吃的话，以后你再多买，兄弟们知道吗？愿意吃的话，以后你再多买啊。嗯，9.9，来告诉我一下，小迷糊上场啊，小迷糊啊，来玩游戏吧，来呀，磨牙棒没拿呀，磨牙棒没拿呀，我让助理把磨牙棒拿来去吧，助理啊，过来上楼一趟，来，帮我车钥匙拿着来，把上库里把磨牙棒拿来。我让助理去拿磨牙棒啊！助理，哎呀，磨牙棒咋没拿呢？我让助理把磨牙棒拿来去啊！我先晚上给狗狗们吃磨牙棒了，兄弟们啊，抢零食嘛！完了，我车钥匙呢？哎，起来，老四起来，你们几个起来，让助理去取去，他晚了还去库房，不是库房，兄弟们，是那个啥，哎呀，这是库啊，就自己家库啊，车库，哎。钥匙在这儿呢，土豆粉太好吃了，土豆粉好吃吧？助理，我靠，助理来没来呀？等会儿老爷给你们拿磨牙棒啊，来去。助理取去了，外面下雨了，兄弟们，外面下雨了啊！我晚上都没遛他们，他们在家尿的，他们在卫生间尿的，晚上没遛他们，外面哗哗下大雨啊！今天下了一天大雨，我看现在下不下了，一串葡萄也没有了。一串葡萄有，兄弟们，一串葡萄有，一串葡萄在第45链接，兄弟们啊，在第45链接的一串葡萄啊，大家可以去买一串葡萄啊，第45链接，嗯，我带他们几个抢零食，兄弟们，一会儿给他们分磨牙棒吃啊，嗯。老爷一会儿给你们分磨牙棒吃啊，好宝贝儿，有大的有小的，我跟助理说一下子啊，那个磨牙棒有一包大的，有一包小的，啊，别拿错了。哎，小明啊，石玲，喂。有一包大的，一包小的，在那个副驾驶那块放着呢。然后那个，然后主驾驶后面，这后面就是我坐底下，在地板上，它有那个结齿棒，小结齿棒，你拿来，成盒的，啊，对，啊，好了。老大，吐了，别咽去了，吐了，吐。啊，三，吐了，吐，吐了，别咽去，吐。我不给你好了，三王啊，爸不给你好了啊，吐了，快。
你吐了爸爸跟你好好吗？你吐了，吐吐了我跟你好，三娃来。三，你吐了我跟你好，要我不跟你好了，快吐，带你出去玩，行不行？三娃，爸带你出去玩，行不行？吐了，吐，我不带你出去玩了，我带你自己出去玩。你吐了，吐了我再带你出去玩，三娃吐了，吐吐，不听话拉走吧，不听话不带你出去玩了，不听话不带你出去玩了，三娃。三，你吐了，吐了爸带你出去玩，快点的，三娃，你瞅瞅你。助理在隔壁住啊，助理在楼下，兄弟们，正楼下就是助理他们家，啊、嗯。要我说嘛，兄弟们，咱们家永远啊、嗯，咱们家这个地理位置吧，兄弟们，不可能会扰民，知道吗？不可能会干扰到楼下左邻右舍啊，左邻右舍可有可能，但是咱们正楼下呀，兄弟们啊，是咱们自己家，没事儿。我在楼上砸核桃都没事，兄弟们知道吗？助理干什么的？助理他就是干，就是助理，兄弟们，就是我的助理，啥也不干啊，他就给我当助理就行了啊，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兄弟们，就给我当助理就可以了啊，别的我也不希望他干啊。烤冷面啊都有，兄弟们，咱烤冷面都有啊，谢谢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嗯，等会儿了啊，等会儿就拿来了啊！助理工资多少钱？助理没有工资啊！助理没有工资，兄弟们，有的人可能不相信啊，帮忙，家里人，兄弟们都是帮忙啊，助理也是帮忙，兄弟们啊。快来，你们几个总是，我发现小迷糊这个屋里窝里头怎么就跟那个啊，你怎么跟百宝箱啊，小迷糊你这窝里怎么跟那个百宝箱似的，什么都有呢啊，小迷糊，你那个窝里头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有呢啊，苍蝇拍痒痒挠瓜果梨桃啥都有啊，小明是客服，喂，啥呀？在我后面呢，我主驾驶后面地板上，主驾驶坐底下。你开车门，它不有灯吗？都照亮了都。没有啊？咋没有呢？我的妈呀！这主驾驶，你找的是哪儿啊？后边，后排。好了。四哥，你瞅你喝水喝的，老四，你瞅你喝水喝的，咱就不能好好喝吗，老四啊？啊，你这是给你姥爷找活干，老四，你真是给你姥爷找活干，咋不睡觉呢？姥爷没有一双好拖鞋，不是没有好拖鞋，而是换上好拖鞋也白费。好拖鞋早早晚晚晚晚早早，他还是会成为咱家这个拖鞋，早早晚晚晚晚早早，啊，还会恢复成这样式的，啊！直播间兄弟们，12:06，兄弟们，咱直播间2000多人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为什么啊都来我这包酒，啊，是不是？既然来我这包酒了，兄弟们。等会儿的啊，给大家伙展示节目啊，我擦擦那个地，兄弟们啊，擦那个地啊，那啥，接地流水，我说过来不打惊我啊。你老是喝水喝的，你等等。
要不我说四哥能成事儿吗，兄弟们？要不我说我四哥能成事儿吗？我跟你说，老铁们，我四哥在这个地方，兄弟们，这个地方我四哥他们家，我四哥能在这地方扎根儿，知道吗，兄弟们？我跟你说啊，老铁们，老四的耐力到底有多强呢？我这老四往这个靠墙这么一坐，如果我不喊他的话，兄弟们啊，如果不喊他的话，老四绝对能在这个地方生根发芽，真的，一动给你不动，兄弟们，就那个屁股呀，兄弟们，就那个屁股啊，好像就长在那个地板上似的，一动不带动的，专坐。啊，四哥往那一坐，看着吗？那个大腿，老四都能把他个大腿给他坐麻，他都。老四，助理来了啊！不许叫！你把东西放后面就走。过来！不许动！不许动啊！啊！对的，来，我主要怕狗狗叫唤啊，兄弟们啊！我主要怕我家狗叫唤啊！小迷糊开店了，小迷糊开店了，在哪儿呢？在抢零食，兄弟们啊！我给你看看咱家这个截止棒，兄弟们啊！有好多朋友们不知道。咱家这截止棒，兄弟们，现在就是我正在讲解这个链接。咱家这一罐截止棒啊，老铁们，这一罐截止棒里头有35根，兄弟们啊，9.9块啊。大伙可能是咱直播间有好朋友们，有很多人都买过这个截止棒，一罐是265克，这一罐里头有35根，兄弟们，一罐有35根啊，9.9块啊。一个人好无聊啊，如果有我媳妇在场就好了，是不是？但是我媳妇回娘家了。哎，狗狗非常喜欢吃的，兄弟们啊，9.9块，有需要的好朋友大家拍，兄弟们啊，你拍一罐9.9块，你要是拍四罐的话，兄弟们啊，四罐的话就是39啊，不到9.9块，四罐39。来，四罐是能省1块钱，嗯。小迷糊精力十足啊！哎，来，小石头一个，小迷糊没吃着是不是？老大没吃着，老四你没吃着，老四啊？太能逗老四了，老四没吃着，四哥来，呀，啊，四哥终于吃着了，好了，不吃了，一人一个，尝着甜的就得了。石榴没吃着，石榴吃着了，兄弟们啊，小石榴吃着了啊，我刚才给的挺多的，兄弟们啊，俺家小石榴可吃着了，你可别逗我，兄弟们，待会儿可别逗我，小石榴可真吃着了啊，9.9块一个，兄弟们啊，给狗狗洁齿的磨牙的，兄弟们啊，洁齿棒，兄弟们啊，6星磨牙棒、洁齿棒啊，生产日期是2021年。2021年1月4号啊，四哥真是个开心果，来吧，咱们抢，咱们分这个，兄弟们，咱们分磨牙棒啊，好长时间不给他们吃这个磨牙棒了，咱家这个磨牙1米棒啊，我看你们谁有能耐啊，谁有能耐谁抢啊，小迷糊是稀有品种，谁有能耐谁抢啊，来，我给大家伙分，来，咱们不用分两俩一伙。兄弟们，谁抢到第一名，我给一根截齿棒。兄弟们，谁抢到第一名，兄弟们我分一下子啊。第一名的奖励一根磨牙棒啊，兄弟们啊。第二名也奖励一根磨牙棒。兄弟们，第二名也奖励一根磨牙棒。第三名呢，兄弟们，第三名我奖励一根小磨牙棒。第三名我奖励一根乳酸菌盒吧，兄弟们。第三名奖励一个乳酸菌盒，行吗？第四名奖励一个小磨牙棒，啊，最后一名奖励一个
啊，最后一名奖励个元气蛋吧，兄弟们。最后一名奖励个元气蛋吃吧，行不行？就前两名有大拇牙棒，后面都奖励元气蛋，行不行，老铁们？行不行？啊，就这么玩吧啊！第一名，啊，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可以吧？从头到尾啊，兄弟们啊，好吧，来吧。兄弟们，我跟你说啊，咱玩游戏吧，就是玩个乐趣。老铁们，三爹带他们几个玩游戏，就是玩个乐趣啊，跟什么吃不吃东西，兄弟们啊，一点关系没有啊，跟对谁好对谁不好，兄弟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兄弟们啊，来，就是玩，来，欢迎大家伙来到咱家直播间啊，来，但是啊。必须得守规矩啊，不守规矩不行啊。像小迷糊这种最容易被淘汰，兄弟们。小迷糊，兄弟们，小迷糊如果他不听话的话，我直接给他淘汰的，给他一个，我给他一个元气蛋，他就回家给我自己吃去啊。小石头第一名，来看你们谁能跑第一名，来过来，来，三个到了，老四，啊，坐好了。这么的吧，三，你坐下来。小石，小石在前面，小明在这儿啊，小明在这儿。好，兄弟们，这么的啊，咱们几个抢，看你们谁能抢第一啊。看你们谁能抢第一啊！不准动，兄弟们，我不知道什么就喊三了啊！各就各位，坐好了，小明啊！我不能喊各就各位，我不能喊各就各位啊！我直接喊三，你听话你！操你哥，一点不他妈听话！你歇会儿吧，行不行，小明啊？啊，我发现你们干你抢那么多回来，你怎么一点不长记性呢？你往后点儿，后点儿，后。我他妈个耗子，我这么揍你屁股。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脸皮这么厚的狗，我从来没见过你脸皮这么厚的狗，小明，你是真是油盐不进的，你是那个既吃不记打的，小明啊。你真是不长记性啊！你啊，你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火的小子，我知道吗？啊！滚鸡巴犊子！你吃这点来，再抢跑这边，不许动啊！不许动！来，你看。真整不了了，我真整不了。直接给小迷糊一个元气蛋得了，兄弟，给小迷糊元气蛋让他回去吃得了。可别让他玩这个游戏了，兄弟，让他玩这个游戏把我累够呛。真的，兄弟们，啊，这破游戏玩的给我他妈累够呛啊！
啥也不是，啥也不是，给他原因在，兄弟们，直接给他最后一名得了，行不行，兄弟们？直接给他一个最后一名得了。等会儿再给你，最后一个给你，小明啊，最后一个给你，你进去来，啥也不给你，兄弟们，啥也不给你。妈，气死我了！来，他们几个玩啊，兄弟们啊。他们几个玩啊，最后再给兄弟们，咱最后再给他啊，来看老四的兄弟们啊，来过来吧，老四，他们几个多听话，兄弟们，你们瞅瞅他们几个多听话。你再瞅那个小迷糊，兄弟们，你们再看那个小迷糊，真是哈，天壤之别，真比不了啊！各就各位，你说人家一动不动，兄弟们，多好啊！一、二、三。多好，这几个狗多好心呢啊！尤其是我们四哥，兄弟们啊，兄弟们，你说我四哥参加这个玩这个游戏玩的多认真呢，老铁们啊！小石头被挤了，挤不挤的，兄弟们，我跟你说啊，老铁们啊，这个游戏吧，其实就看他们的啊，就看他们的反应程度，知道吧？其实他们几个反应都挺快，反应都挺快。啊，只不过是小石榴吧，可能是因为小的原因啊，可能是因为小的原因。但是呢，兄弟们啊，咱喂东西吧，肯定三元爹肯定会公平对待的啊。大家伙不用带节奏，兄弟们，三元爹肯定都会公平对待的啊。谁该吃谁不该吃啊，我心里头有数，兄弟们啊。好嘞，咱让老四接棒了，兄弟们啊，俺们家四迷糊必定跑了今天咱们这个一个第一名，兄弟们跑了一个第一名啊。老四接棒，四哥来啊！兄弟们，奖励给我四哥一个磨牙棒啊！我四哥太棒了，四哥，四哥真棒，四哥啊，好宝，好，哎呀，四哥真棒啊！来，这给我四哥吃的是鸭肉味的啊，吃鸭肉味的磨牙棒啊。多好，兄弟们，里边是牛皮的这个磨牙棒。老四接棒，四哥抢第一名，兄弟们啊，四哥来接棒，四哥来。哎，三文，你进去干啥去？三文，你让老四接棒。三文，你出来，你重新取啊！你出来，你出来，来，老四进，老四，三文，你出来，来。老四进，老四进，老四接棒啊，四哥，石榴你起来，没抢着，老四接棒，老四，啊，哎呀，四哥太不容易了啊，来，恭喜我四哥，兄弟们，恭喜我四哥抢到了一根磨牙棒啊，老铁们，咱家这个磨牙棒啊，39.99买大送小，兄弟们啊。买大送小，这一大包里边是三根，兄弟们，这一大包里边是三根，买一包送一包，送这个小的，兄弟们，这个小的跟这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就是小啊，只不过它就是小啊，你看这麻麻多好，兄弟们啊，里边是牛皮的，外面缠的是鸭肉，有鸡肉味的，有鸭肉味的啊，鸡肉就是缠的鸡肉，鸭肉就是缠的鸭肉啊，兄弟们啊，这麻麻老扛咬了，狗狗老喜欢吃了啊，39.99。啊，买这么一大包，买这么三根，挣七根小的啊，来，挣七根小的，好，四哥厉害啊！再看人家seven的兄弟们，再看人家seven的啊，小迷糊我是不打算给的，看一下小迷糊，来，过来，老四啊，seven来，老大啊，
你说他们三个谁能少呢？来，老大哥，啊，石亮，石亮来，石亮。石头在最中间，兄弟们，也是最前边。小石头在最中间，也是最前边啊。好，大伙猜一下，他们仨谁能抢着？同学们，你们猜他们仨谁能抢着？小明去哪了？小明已经被淘汰了，兄弟们。啊，小明已经被我关起来了啊，淘汰了。该休息了，明天再看你们直播。好的，好的，大家伙该休息的早点休息，兄弟们啊。嗯，早点休息，兄弟们，你们也早点休息啊！来，一，我不管他们现在在什么状态，兄弟们，不管是趴着还是坐着啊。二，三，三吧？你说三吧呢？你说你光奔着那儿去，你今晚没有麻花是吧？人家奔着吃的去，你说你直接奔磨牙棒去，人家是直接先抢吃的，再抢磨，再给磨牙棒。这家伙，俺家老大奔吃的来了，让三万奔这点上来了，哪有直接给你这玩意儿吃的呀，三万啊？啊？哪有直接给的呀？咱抢的是这个，不是这个，咱们。不算啊，不给，不给，不给吃。老爸来。干啥呀？你看你是吧？啊，我给老大的，我给老大吃的。哎呀，我的妈呀！再进来，再进来，再给你。哎呀，真是的，你们给三幺吃，给老大吃。他整的没法给了，给老大吃，出来吧，都出来吧。都给吧，给三万一个吧，给三万一个吧，兄弟们，给三万一个吧。三万，你最后一根，你跟小石头，你俩互相抢，行不行？谁抢到第一名给谁，行不行，咱们好不好？咱得按规矩办事，咱们啊，咱不能说因为咱不能说总疼你，咱们爸爸谁都疼啊，谁都心疼，都是宝宝。好，好不好，咱们来坐着，咱们来，来三坐，老大上来了，三万，这不是你的，老大上来，老大上，老大上，上老大，老大上，你看看。老大上来，来！哎呦我的妈呀！你看他老大还不吃了，给。那让三位抢去了，你瞅瞅，没法玩了这游戏。这三位呢？这是三位，玩不了了。给你一个吧，石头，给小石头一个，兄弟们，啊，都有份，兄弟们啊。这石榴，他们吃大的，你吃小的啊，兄弟们，他们吃大的，俺这小石榴他们吃小的啊，啊，这小的小石榴能咬动，那个大的小石榴咬不动，啊，好吧，小明啥也没有，兄弟们，啊，有人说小明在哪儿，小明搁这儿呢，兄弟们，在这儿，在那巴眼在这瞅呢，兄弟们，在那巴眼呢，啊，给小明一个，不给小明，兄弟们，就让他巴眼瞅。他俩偷摸在那看呢，小明啊，小明啊，小明，你看啥呢？小明啊，啊，
巴眼呢，小明在巴眼呢，你们瞅瞅，哎，嘚儿喝的嘛在这儿巴眼儿，啊，我就不想给你吃小明，啊，老爷就不想给你吃，啊，再给吧，不给他吃。我给小明喂原鸡蛋吃得了，让在里头好自为之吧，兄弟们，好不好？让在里边好自为之吧。啊，给小明一根，不给他一根，给你个原鸡蛋得了。小明，你好自为之吧？啊，给你吧。小石榴，你说你们几个把老大的磨牙棒都抢跑了呢？我发现你们几个呀。啊！哎呀，再看我四哥吧，我四哥在吃磨牙棒呢，兄弟们啊！待会儿想买咱这个磨牙棒的啊，29块，39.9，买一送一啊，买大包送小包，兄弟们啊！我四哥吃东西从来没这么认真过，四哥吃东西从来没这么认真过吧，兄弟们啊！你看我四哥吃东西多认真呢啊！老四啊，哎呀，老四吃东西怎么嘚瑟呢？四哥，哎呀，哎呀，这么好吃啊，老四啊！哎呦我天，四哥得抱着吃啊！老大想吃蛋，又让人抢跑了啊！给老大整个蛋吃。嗯，他们喜欢吃，你看，他们可喜欢吃了。这不老四吃磨牙棒，我四哥这磨牙棒能给你吃出花花来。哎呀，你看我老四，兄弟们，看我四哥这磨牙棒给你吃出花花来。哎呦我的妈呀，四哥挺逗，四哥挺好玩哈，挺逗的，是不是？嗯，是楼房吗？对，楼房，咱家住楼房啊。有想买磨牙棒的啊？磨牙棒39.9，三大根，兄弟们，三大根磨牙棒加一块有1米长。兄弟们，一米长，就三个磨牙棒连一起，正好是一米长，而且呢还赠送大家一小包，那一小包，兄弟们，咱家这一小包磨牙棒，这一小包磨牙棒啊，价值，兄弟们，价值多些呢？价值19米，我给老大吃个乳，喝个乳酸菌，兄弟们，我该让老大喝个乳酸菌吧，行不行？啊？给老大喝乳酸菌。老大不愿跟他们抢，你看都让他们几个给偷吃了，你看了，都让他们几个给偷吃了。我跟老大喝个乳酸菌，嗯，啊，老大快点来，老大，来整个乳酸菌喝啊！哎呀，老大愿意喝稀溜的，哎呀。老大愿意喝奶，喝不喝了呢？嗯，小明在听声呢。小明也要姐爷磨牙棒啊，小明啊，你也要啊？我姥爷瞅瞅你，你也想要啊？小明，你跟姥爷握个手，来给你一个。你跟姥爷握个手，来给你一个啊！握个手，握手，再握手，好不好？以后听不听话啊？啊！看着小明啊！
看好了新闻，你们看好了啊！我慢慢往那上面贴，你看好了啊！小明，吃不吃？啊！哎，小明还挺聪明，兄弟们。小明还挺聪明，给你一个吧。我靠，你咋这么笨？挺好玩啊，小明啊，啊。哎呀，小迷糊是个好玩的孩子，小迷糊好玩。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到咱家直播间啊。有需要磨牙棒的好朋友们啊，待会儿可以去拍的咱家磨牙棒啊，磨牙棒狗狗非常喜欢吃。能不能给老大？能不能给老大兄弟们？怎么没给老大呢？啊，老大。那两个大的都让他们抢走了，大的都让他们几个抢走了。三，你干啥？给老大吃个蛋，我给老大吃个蛋。老大想吃蛋是不是？好像老大想吃蛋，给老大吃个蛋啊。好，待会儿又想买狗粮呢啊，咱家狗粮在第七个链接和第八个链接啊，149一袋，兄弟们，咱家狗粮149一袋，兄弟们啊。老大看我拿蛋了，老大，看我拿蛋了，哎，老大怎么眼睛吓人了？给你吧，老大不爱吃麻药棒，老大愿意吃那个大的，小石头愿意吃大的，这家伙灯晃的，老大愿意吃，老大愿意吃蛋，再给老大拿个蛋，再给老大拿个蛋啊。再给老大拿个蛋，哎呀，哎呀，好了，嗯，行了吧，兄弟们，这回给人家老大拿了两个蛋，啊、嗯，待会儿想买咱家原鸡蛋呢啊，咱原鸡蛋也有，原鸡蛋赠送的特别多，兄弟们，原鸡蛋啊，哎，现在原鸡蛋有赠送吗？原蛋有赠送，兄弟们，原蛋现在还有赠送啊，买十个送五个，兄弟们，第38个链接，买十个送五个啊，买20个送15个，买30个送30个啊，原蛋真是老划算了，兄弟们，买30个送30个啊，我给大家伙看看原蛋啥样的，嗯，这原蛋，兄弟们啊，给大家伙看看原，我把这个原蛋打开。这里头啥样的看了吗？鸡肉、鸭肉、胡萝卜、西兰花啊，这个是蛋黄，这里还有蛋黄啊，这是蛋黄味的啊，狗特别喜欢吃，兄弟们啊，这原蛋里边鸡心呢 啊西兰花啊啊，别的啊，就想拍的话大家可以去拍。老大，放鼻子，顶鼻子，顶顶行吗？老大，你顶顶，念个顶顶。老大，人可以吃吗？人不能吃，兄弟们，这是给狗狗吃的啊。老大，给老爷给你念个顶顶，念个顶顶吧，老大，行不行？念顶顶，给老爷给吃，好不好？来，念个顶顶，念顶顶，老大，快听话，听话，老大，听话，快点，念个顶顶，快，老大，念个顶顶，快来，行不行？哎，不行。你给老爷练个顶顶，老爷才能给你吃。你看，你又偷吃一口，你又偷吃一口。磨牙棒都要小包的行吗？
都要小包的，你问客服吧，你问客服吧，我不知道能不能那么发啊。感谢啊，三位的外孙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咱们家优质雅美，就是那棵树啊，老大真漂亮，老大真美。哎呀，行了，别吃了，吃太多了。小牛已经吃很多了，兄弟们。小明花，你又干啥呢？啊？让老爷省点心吧，小明花，多捧我大公主，老爷。又要偷东西吃，又要偷爹，又要偷老四东西吃，能行吗？啊？我家老四东西其实谁都能偷的，我们四哥的东西其实谁都能偷的吗？啊，小牛是什么品种？第一次见，小牛是拉布拉多，兄弟们，拉布拉泰，啊，拉布拉多，老铁们，哦，大家伙可能没见过老四这种拉布拉多。你看老大其实刚才就想吃原鸡蛋，知道吗？吃完原鸡蛋了，老大心里舒服了。你看，绷起他那个麦芽棒，开始吃麦芽棒去了，看着吗？啊，绷起那麦芽棒，开始吃麦芽棒了，啊，一号卖十个送几个，主播？一号链接，一号是十个送五个啊！咱家原鸡蛋，一号一个买29.9元，发15个啊！买20个我送10啊，就是买10个我送5个，买20个送15个，也就是说你买20个我给你发35个啊，你买30个我给你发60个啊，买30个发60个。狗狗喜欢吃，看我四哥吃的多奶麦，兄弟们，嗯，看我四哥吃的多好。哎呀，四哥真开心，感谢三元的外孙子啊，欢迎啊，三元的外孙子站着啊，欢迎。20个多少钱？你买20个，20个买不了，因为你买20个的时候，我给你发35个，知道吧？啊，你买20个，我给你送15个。啊，20个是，20个是那个59.8元呗，59.8元，我给你发35个，啊，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老四好不好吃？四哥，哎，看我四哥吃，兄弟们，我跟你说，看我四哥吃麻辣烫都老有意思了。哎呀，我的妈呀，四哥呀，啊，四哥一嚼麻辣烫怎么有泪痕呢？我四哥一嚼麻辣烫怎么有泪痕呢？我四哥。老爷也，你也会看别人直播吗？我看别人直播呀，也看呢，啊，也看别人直播。我也有喜欢的人呢，我也有喜欢的狗狗啊，啊，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啊，我也有追求啊。你以为我像老四呢？我四哥没有追求，没有梦想啊，啊？是不是你以为我是老四呢？没有追求，没有梦想啊！老爷没有看我去老大直播，没看过他们直播。嗯，二迷糊他们很少，我很少看他们直播，因为他们直播的风格跟我直播风格差不多，兄弟们都是，知道吗？没有什么奇特的，知道吗？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伙想买迪特除臭剂的啊，呀，迪特除臭剂没有了，活动没有了，兄弟们，咱们家东西都没有活动了，马上都到时间了啊。
塞班，塞班，你看看你，你跟小明，你看，你给我吐了，塞班，吐了，塞班，吐了，爸给你零食吃，好不好？给你这个吃，塞班，好，吐了，你看。妈的，我拿这玩意骗不了他。你闻味儿，他妈你闻香不香？闻闻。啊，吐，吐咱吐，吐。他不吐，他拉倒吧。但是你信不信？我如果拿个真元气弹的话，他肯定给我。你信不信，兄弟们？你看我去拿个真元气弹啊！看到我去拿个真元气弹，兄弟们啊！刚才不有元气弹味儿吗？三万是不是？三万看，哟，哎，三万过来给，过来，三万来，三万过来，来，三万你过来，爸给你元气弹吃，过来，三万来，三万来，三万过来，来，三万你过来，来，三万来，三万你过来，三下来，来，爸给你元气弹吃，是不是？三万来，一，二，他果真三万。在元气弹和磨牙棒之间 ，Seven 更喜欢吃磨牙棒，啊！给小明一个吧，小明没吃着呢。啊，小明没吃着呢啊！哎，行了，兄弟们啊，咱们今天晚直播就到这儿了，好不好？咱们今晚直播就到这儿了啊！你看老四在这守了个磨牙棒，守着磨牙棒。谁都不可能把磨牙棒给他抢过来，捡东西。老三，他往那一吐，看着啊，他往那吐，在守着呢，看着呢，老四看着呢，看着啊。老四可谁也不给，我跟你说。嗯，行了，兄弟们啊，待会儿早点休息吧，马上一点了啊，我该去遛狗了，想想办法怎么遛狗，外面下雨啊，乱拉乱尿吗？不带狗不乱拉不乱尿啊，拜拜，兄弟们啊，晚安，让你们晚安啊，拜拜，谢谢大家伙来咱直播间啊，啊，看这么长时间，兄弟们，谢谢大家伙啊，咱们明天见，嗯，让你们咱们明天见啊，拜拜了。晚安啊。